吓死。哎呦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做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想说冲太快就比较难那个啊，好难哦！这什么啦？你要不要换一台车啊？哎呦，有啊，好像有哦。没有，差一点点。我是不是打到他的手啦？刚才打到手没有啊？没扣血。你没扣血啊？因为刚才有红。有红框一下，可是你的血剩一半嘞、哦。我刚刚硬摔到啊，因为你刚血没有这么少啊。真的吗？刚好一直看呢、啊。应该是有、哎哦、是有砸到吧，因为我刚刚有红框一下。这台感觉帅帅的。就这台好滑哦，我帮你怎么想？哎、欸，真的很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弹出来了，弹出来了。哎呀、啊。这台好难哦，这个好滑哦、欸看。我看你开就是很滑。你这个没有没有哦，哎、欸、哎呀，好准，哎呀，好准哦，觉得厉害。谢谢追随。哇，这真的好难哦。没人追他，大家可以一直还有异常，要被洗。现在是我们是在上面的那个吗？不要按空白键、嗯，拜托。嗯，空白键，空白键怎么了？不要按空白键，拜託。不要按。刚刚有人就是摔死的。按了你就知道了。按了你就可以去尿尿了。对。你想上厕所吗？按下去就对了。想上厕所就按空白键。到底哦。你不要好奇哦，不要当好奇宝宝哦。你不是想成为宝可梦大师，你怎么会丢不准？为什么宝可梦大师就要丢得准啦？啊，要丢宝贝球啊，不然怎么抓得到？对啊，那个这个宝贝球比较乖。哦，我的人命都应该调低一点，哈哈。哎、欸，我是测到了。哎呦！被射了一枪！哦哦哦！射到人嘞、欸！哦、oh ，好猛哦、喔！好感动！哦、oh ，你是找代打、啊，但不行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哎、欸、呦，又太高了！你是这个是喝醉了吗？梅西快死了！可恶！哎呦，手好滑、哦！他脚在下面是丢啦，这个人哈、哦欸！上面丢得上去吗？丢不上来啊！啊！哇！幺幺射到一个人了！我在试试试，在底下试丢，我在试丢，他就在打人了啦！这个人哦，哦哦，有红框，我刚有红框，哎，他倒了，哦，我射到了，射到了，我射他48哎、欸，还不射不死他，天哪，超厚的，我是一射他的手啊，啊，可以不喜欢吗？这个游戏好讨厌。哦天哪，游戏来自虐的吧？那个刚把灵敏度调到很低，就只为了狙击。对啊，狙击灵敏度太高不好玩。好像有眼睛，真的好可怕啊！嗯，怎么还有？还没结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不知道啊？回合五？还是它是五回合制的、啊？我们刚是一人一次吗？没印象哎，你们赢两次啊，我们这边三回合赢啦、啊，对啊，赢一场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，来吧，不知道最后一场吧，来吧。哦天哪，等一下 ，OK。哎、欸，好难哦，歪嗨，哇，哦天哪！
有个死掉了，自杀了，自杀，摔死了。为什么他怎么掉下来了？我刚刚他一坨掉一坨肉掉下来，想尿尿啊，想尿尿，太难了吧？哎，这真的难丢哎。哇，我懂了，你懂了，你懂了什么？我懂了。你要先丢脚下啦。飞车的时候不能直的过去，要转的。但是你手的时候丢出去的那个弧度是一样的。来，然后转被狙死有没有？我懂了，然后死了。哎，我这太简单。我懂了，不能这样丢。哎，为什么都会比较高啊？偏高，比那个你的那个过头了。哎呦，要求不油，你们不要射那么准嘛。瞄低一点是不是？瞄低一点，知道，从来没丢到过啊。哎，真的好难，好难瞄哦，这个。换一台，换一台。还是他进，你要试试看从下面。等下被人家从上面狙死，跟你讲。哎，差一点点。哦，我的天啊，好难哦！哎呦，射到我的血，哎、我的血，我的血！哎呦，你应该是射到耳朵的伤害哦。没有，差点丢到我上面篮子。哎、什么东西丢？砸到了，炸死哎、欸！我刚刚看炸弹掉下去了。哇！所以你，你连丢两颗吗？我不能吧？两颗对啊。因为我看看炸弹往下掉了。哇，你好会转哦！差一点呢、欸，差一点点。有中吗？没掉，没掉到。你现在不要怕我跟哈基对撞。会啦。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没看到人。就一个条啊，在那边你看不到。我看到，等一下我看不到。哎呦！我要去换个。他爬到圈圈里面呢、欸。嗯，他爬进去哦。他用肉体挡哦。我爬进圈圈。顺便捡个手榴弹。啊！我懂了，我丢到吧，我丢到吧。我刚也是扔出去的瞬间死掉，应该就没有了。没有。洋洋加油！又没有。哪里 ？OK。你怎么又开这一台啦、啊？因为他刚好在我旁边。就啊，你要死了！哎、欸、哎，我丢到了！你丢进去了、欸，丢到，你有丢到，我有丢到，我有丢到，我看到了。你有丢进去了、欸，先把你狙掉了、啊。好可惜。哇。哇，这没有直线真的很难丢哎、欸！但还有一万五、啊，钱是很多啊。哎、欸，你观众啊？不喜欢，不喜欢，超难玩的这个。我去找不要这种 PK 的好了，去找金主。有没有特难跑酷这样子？跑你要合作的吗？像上次那个一条线那个四驱车，那类似那种感觉。还是你要玩那个变换的、哎、那个变形金刚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还很多没玩过的啊，玩一下。好啊。嗯、可是不要两对 PK， 好可怕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对啊，刚打完 UHC 对 GTA 的。对啊，我也是。好内的，不是三个人在同一台车上面吗？什么三个人在同一台车？刚刚那个，如果三个人同一台车上面，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？你是三个手榴弹飞上来吗？欸、对耶，散弹，哇，不是，那台只有两个人，最多两个人，对，两个人，那就只丢两颗喽，就一个人只要负责专心开车，另一个人丢这样子就不。如果驾驶被狙掉，我们应该会吓死。驾驶死掉啦！还不先急叫一波？等一下，音乐先关掉。特技竞速。特技哟、哦！哇，快十一点了。对啊，我们开到十一点。嗯嗯，哦，这个是这种玩过吗？特技，哇，这感觉好难！哎、欸，开始了。等一下，我还在看，我还在看。哎呀！我
认识，不认识你谁？哈，谁谁谁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真的没有人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嗯？没有什么？没有什么？你哪里的？走开啦！哇，哪一个？我让你在哪里啊？哎呦，真是哦。怎么不小心也把云月杀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把 DSD 杀了？他是 DSD， 对不起。差错了。哎呦。不要突然站在枪口前面啊！很危险啦，跟团团一样啊！什么意思？真爱？哎呦，红星星啊！多星星？为什么两颗星？刚不在一颗星？升级了，升级了！有警察先生。哦，这是好驾驶。今天你生日哦，生日快乐！圈，生日快乐！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超跑两圈，客制化关谁啊？我看到人了，好可怕！嗨，我差点一个人就开始感觉。嗨，好好好好显好亮眼哦！嗨，赶快走啦！找你们呢？好，火星金来了。被叮了，好痒哦！叮回去啊，让他也很痒。好哦，嗯，那好像不是一般的蚊子，好像不是一般的，是有小水泡在上面。啊？你是被蚊子叮吗？然后叮上去是一个爱心形状吗？原来是在告白啊 ！What？Yeah. 好痒啊！这跟那个碰到那个什么隐翅虫感觉一样。隐翅虫碰到是痒吗？就是痒，然后就整片红肿这样子。不是会起水泡吗？很严重的那个。我现在就起水泡啦。它是那个呢？酸啊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可是它就一个小点，所以我在想，这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可能它不小心滴出来了吧。你是从飞过来滴一下吗？嗯，对啊，他的那个毒液的地方可能没有夹紧。桑托老在哪？没有桑托老，没有桑托老。桑托老是什么？哦，你们在看车哦。嗯，完全看不懂。这台好，这里看起来比较帅。不要。他都差一点点，那速度差那一点点。这样子。倒数好了，这一台了。扩散，你也是没扩散的，现在就是一个红点。在干嘛啦？这是玩什么？不知道，特技禁术。特技。嗯。反正就过去吧，管他的。嘿。你不能夹中间了，你们这个是电影才会出现的状况。等一下不要了，等一下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哇哇哇哇！等一下这是怎么玩？等一下这是怎么上去啊？哇靠，特技哦！哇塞，你就不是你挑的哎、欸？哇，哦对哦，特技禁术对哦，太难了吧？这上得去吗？这要有点进。就是不喜欢，不喜欢，太难了吧？这个东西，太难了啦！这是要拍电影哦，在干嘛啦？好难哦！而且它上去之后，它也就一直掉下来啊。哦，在上面，我在上面，我在滑掉下去啦！速度不够，速度不够就掉下来，对啊。我头在歪了啦！有，等一下打滑了，哎呦！这个你要一直那个好难哦，一直控制它，好难哦。我决定不动了，不动了，好不好？我在跑道上面，有希望，掉，哎呦！还有说一定要跟着走吗？有还是可以不要？你就在上，
你坐在上面吗？那下一个点应该在上面吧？看一下哈，就下面下一点不用就好笑了。哎、天哪、啊！谢谢这水、啊啊、歪了。但是有差一点，真的有差一点，就是斜的右上，一直是斜右上这样子。用第一人称试试，神经病啊，好我是。神经病好我是。哎、欸，哦呦，这太难了。等下你都吐死，跟你们讲。哦，这好难哦。大大大大，不行啊，第一人称没有比较哟。哦，我是直接跑到跑道上面啦、啊。啊。然后我就跑到上面，跑到上面怎么再走？可以走到下一个点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欸欸、等一下，他上面，他背后，怎样？你们都直接上去了是吗？对，我刚才是直接上跑到上面了。对啦。啊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，但是我滑下去了。方向错误，等一下我没。不管他方向错误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可是我的点黄点在前面。啊